共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迁供下士师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宇，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。各位呢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宇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带兵秦王张叔夜赶到开封，守财之奴宋钦宗指望神仙，城都快破了还指望神仙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宋朝的上层领导人呢还就指这个了。靖康元年，公元的1126年闰11月23，这一天呢，金军乘胜强攻，开封的外城墙岌岌可危。当此生死攸关之际，宋朝的上层领导人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位关键人物。他们引经据典的进行考证，觉得唯有这个人才能够救得了他们。谁呀？郭京。郭京。之前没听节目的朋友呢，我得给大伙提一个醒，就是之前呢，在这个宋朝的这个官方的书籍里边啊，使劲的找啊，仔细的翻，发现了说有这么几个神仙，郭京就是其中一个。哎呀，终于找到神仙了！怎么着？首相枢密使在开封城各处张贴寻找神仙启事，有结果了呀。军方大佬殿前司副都指挥使王宗楚，在军队的龙卫兵里边，哎，找到了这么一位，这位呢就叫郭靖，说名儿一样的呀，这人完全符合神仙的标准呢、啊。而这人能耐啊，撒豆成兵，能让自己的兵隐形，能用六甲之法活捉完颜宗弼、完颜宗翰啊、完颜宗望等等金军魁首的，那这时候没有完颜宗弼啊，能扫荡十万金军解京都之围，就靠这么一人就行，只要他一施法，什么就都行了，哎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多么激动人心的，哈家就是老神仙来了，太开心了啊！而要做到这一些，怎么办呢？这神仙说了，你得给我提前做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你得给我集结7777个人啊！当然了，这些人都不能是有一般的人啊，随便大街上你拉要饭的来就不行，这不行，知道吗？都得是身有仙缘、非同凡响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他们这生日时辰呢都一样，哎，只要符合这个条件，哪怕他是贩夫走卒啊，你不管是什么行业的，只要是他们这个生辰一样，就能让宋朝起死回生，让金军瞬间崩溃。哎，你说咱们要真有这样的武器该多好啊！啊，找齐这么一个，咵嚓子一做法，那边航母扑哧沉了。多开心的这个事情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这多好！当然了啊，这个郭京呢，就因为这件事儿升官了。这些话，你别以为赵桓不信，赵桓信了，赵桓信了，何立信了，孙富全信了，什么宰相了，什么这个枢密使大人全信了，从副都头直接升到武略大夫、兖州刺史。哎呀，这个郭京也非常积极的开始工作啊，飞快的集结了六甲神兵，兵员的成分嘛。你看比如说啊，一个在街头边耍棍卖弄棒子卖艺的啊，名字叫伯坚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呢还俗的僧人名叫傅志林啊，一个卖药的叫这个刘颂杰，是吧？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叫刘孝杰的人，很有创意啊，把神兵细化了。神兵怎么细化？神兵被分出了兵种啊，分什么兵种呢？你比方说啊，这个变丁力士、北斗神兵、天阙大将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变成了一群神秘的人，和外界隔离开，给人们留下各种各样离奇的幻想。这些人觉得，哎呀，太厉害了。当然了，朝里边不是没有明白人，有些人也觉得这玩意儿太儿戏、太天真、太荒诞了，开玩笑是不是？这不骗人吗？这不一帮骗子，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这帮骗子，那不是自杀吗？哎，你还别说。军方代表孙富怒不可遏，他发出了这辈子最大的怒火，向这帮怀疑他们咆哮啊，你们懂什么懂啊，你们有没有知识，有没有文化，懂不懂历史啊，啊，把宋朝传统都忘光了是不是啊？啊，郭靖的出现还有他的身份以及能力都是最正确、最正常、最不可质疑的事实，为什么？早有先例嘛，
时光倒流150来年，宋太宗赵光义刚登基的时候，根据化圣吴道子的作品《长寿仙人图》，在现实中找到了与画中人长得一模一样的戴恩。戴恩时任玉龙宫剑直都虞侯，之后呢平步青云，啥事不做，升为平远军节度使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联系到郭京，两个人都是禁军的人呐，对不对？同样都被皇帝挖掘的，可郭京怎么就一定是仙人？你说不是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敢藐视先帝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敢非圣毒法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是不是罪该万死啊？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真格的了？就这种大棒子往下一砸，谁都没话说了。于是乎啊，开封城里凭空出现78个神仙，对吧？为什么78个不是77个？那不还有那郭京一个吗？那7777个，同年同月同日生啊，对不对？生日时辰是一样的。每个人都在盼望，希望知道这些神仙都能做些什么，但是呢又不敢盼得太急了，因为神仙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呢都别着急，那除非到天崩地裂万劫不复的时刻，别来烦我们，我们管的是大事儿，知道吗？23这一天，开封城似乎真的快要塌了。危险面前人人平等，有人怕极了，越过军方领导直接去找郭神仙。你赶紧做法吧，你来个闪电什么的也行，你把金军都劈死也行啊。郭京很认真地问，朝廷让你来的吗？啊，倒不是朝廷让我来的，不去。嗯，这一天他们就像很有默契一样，官方没去找郭京，郭京也很平静。金军最终没能翻越城墙，开封城逃过一劫。24日，金军继续强攻，何立孙父坐不住了，他们命令郭京带领自己的这些个神仙眷侣们上城。郭京呢很听话，很听政府的话，事实上每个在人间得到名声神仙名声的人都很听政府的话，起身就走。于是一个神仙，7777个神兵走上了开封街头，这些人在一片枪林弹雨火光大雪之后走过一圈，转了一圈下去了。临走前呢，郭京留下了一面大旗啊，说这面大旗把它挂在城头之上，城下的敌军会集体发抖，吓得半死。望着神仙们的背影，士兵们把这面旗挂上去了。旗帜飘扬在孤岛一样的开封城头，上面画的是一位天王。也许还真是啊，天王有灵。这一天开封的外城墙还是宋朝的。第二天，宋靖康元年公元的1126年闰11月25的早晨，大雪纷飞，朔风凛冽，金军是趁寒冷急攻城墙。生长在苦寒北方的女真人太喜欢这样的天气了，寒冷是他们的朋友啊，从古至今这些游牧民族的每一场重要战争几乎都是在冬天发起的。而与之相反的呢，城头上的宋军呢精疲力竭，到了崩溃的边缘了，都快一个月了呀，缺吃少穿还要坚持作战，是个人他都没法挺过去了。尤其啊是从根本上，人家女真人是游牧民族，每年到了冬天习惯了什么事都不做，每天吃两顿饭，少吃早睡，等待第二年春天的到来。最后的时刻到了，连远在深宫里的赵桓都感觉到了危险了，他命令全军上城集结所有力量防守。对此首相和枢密使不认同，乱搞嘛，让兵上城墙干什么呀？得让神兵上城墙，神仙咱不找着了吗？他们会解决一切问题，安抚一切士兵，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完美，要军队干什么？放屁，多此一举，别上了，神兵出战。郭京带着神兵走上了空旷的城头。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可没听错啊，这种时候开封外城的城头上没有职业军人在这守城，除了孙父张书夜等少数几个人之外，所有士兵都被赶下来了，理由是一会儿神兵会隐形，人多了有影响。施法完毕，宣化门大开，神兵主动出击向金军挑战。这一幕是多么的壮烈呀！啊，多么的激烈啊！在城头上的主神、枢密使、将军的注视下，这7777个神兵冲向了蜂拥而来的金军铁骑，他们的行动迅速，越过了护城河，与敌军相遇，又退向护城河。集体淹死。城头上的郭京大怒，了不得了，必须得我亲自施法了。郭京下城出战，
他的行动更加迅速，在金军没有逼近前就跑向了南方，又在金军的追击下消失了。朋友们呢，这一幕好笑吗？不好笑啊，心疼啊。这一幕罕见吗？不罕见的。从宋朝开始直到700多年以后的晚清，这种大无畏精神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流传着，它已经是一种传统了。比如说义和团的高人们喝下神水，血肉之躯冲向入侵的洋枪，哪怕中弹倒地，临死前仍然念念有词，我刀枪不入。金军拥向了开封城门，金军的步兵迅速登城，占据制高点，城外铁鹞子重甲骑兵向城门靠拢，内外接应，同时金军派人放火烧毁就近的城门。这些年女真人破门而入的活做得太溜了，对这一整套的操作流程是非常的熟悉啊。一阵忙乱过后，终于是尘埃落定，他们觉得外城墙绝对到手了吧，这才腾出空来向城里望了一眼，之后他们是集体惊呆了。他们不是没见过大城啊，前几年夺辽国武京的时候只看面积比开封城小不了多少啊，他们也不是没见过富裕啊，燕云十六州不比宋朝差多少。让他们愣住的是眼前发生的事儿，看看身边，俺们金军还没下城呢，怎么下边火光冲天喊杀声，震耳欲聋，死了一地人呢？我们还等着宋军反击夺回城墙，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宋军呢？在下边是杀人放火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战果累累啊！被杀的一般百姓小官忽略不计，知名人士有统治官姚平仲、何庆延、陈克礼、中书舍人高震、宦官黄经国，这几位连同他们的家人全部遇难呢。着重提一下姚平仲，这位将军是守城的大功臣。开封外城能坚持23天之久，他功不可没。以上这是死在外城和内城之间的，还有死在城门之外的。这是一位名声显赫的猛人，此人曾经率领数十万军队征战燕云，他守握民族命运，前进则民族兴旺，见不使其功，稳定则坐享胜利果实，眼看敌人奄奄一息，他却偏偏跑了，耗尽国家最大的一笔粮草辎重，也没逃出辽军的追击。谁呀？刘延庆啊。时任四壁守御史的刘延庆是夺门出逃，被金军追上砍死。与之相反的是一位统领，名叫秦元，他带着一些保甲，也就是连民兵都不算的治安队员往外冲，迎头遭遇城外的铁鹞子重甲骑兵部队，对比如此的悬殊，死定了。可是秦元带着这一帮保甲奋勇力战，居然能斩关逃出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一个真理，不会逃的人永远逃不掉，废物永远是他妈废物。刘延庆以笨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丑陋的一生，当然了，他不会感到遗憾的，有人会继承他的笨拙，在以后十几年的时光里将他发扬光大，能继续作战并且最终生存下来的只有张叔夜父子。他们在神迹消失后和金军作战，边战边退，继而与宋军作战，边战边退，一直退至内城城边，成了军方的唯一希望。开封三重城，外城80里，内城20里，生存空间骤然被压缩，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，几十万的市民拥挤踩踏着，随着人流到处的乱窜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城破了呀，170余年来未经战火的旷世名城开封，东京汴梁城突然间就坠入地狱了。更让他们恐慌的是军队失去控制了，生在和平年代的人不知道军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，它可以是神圣的，是守护家园的同宗同族的血脉子弟，任何时候都是值得信赖的，这是人们的共识。可是军队啊，还有另一面，他会在某些时候变成魔鬼，毁灭一切，凌虐一切，不分敌我。比如说军队的哗变，我宁愿认为这时候宋军是哗变而不是叛变，或者说这帮人是着了魔了，他们也是人呐，
在近一个月的饥寒交迫、生死拼杀之后，突然遭遇这么荒诞的事儿啊！再加上以往皇家的吝啬，换了谁，谁能气儿顺呢？气得要死，要死了是不是？金军打进来了是不是？死好，咱们全都死吧。他们冲向达官显贵的家，冲向富商大贾的家，烧杀抢掠。或许燃烧起来的熊熊大火能让他们冻僵的身体暖和一些呀。当然了，这里边也包括一大批趁火打劫的市井无赖，这些渣子唯利是图、浑水摸鱼，是这个历史阶段里最可耻的小人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将会做出更无耻的事儿来。咱们还是把目光回到赵桓的身边，宋钦宗赵桓走火入魔了。外城失陷的消息传进了皇城，他追悔，他检讨，他思辨，他似乎看清楚了以往的种种事情，还即兴发挥为崇师道证明。之后他冷静了许多，开始为自己的安危着想了。没办法，宋钦宗作为一国之主，这个时候除了国库和封装库，他什么都没有了呀，还能做什么？关键时刻他想起了老百姓，想起了自己的人民。第二天闰11月26日清晨，他下令百姓赴宣德门救驾，赶紧来救我，看看这几十万人能给他想出什么办法来。那一天30多万人拥到了宣德门前，这让赵桓感觉好多了。这些人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和一个要求。消息是金军又一次派使者来了，是四个人昨天进城的，他们刚刚进来就被百姓给摁住，砍成了碎块。要求是什么？30多万开封市民向皇帝要武器，城外不是敌人吗？守军不是不可靠吗？我们自己来行不行？商朝末代帝王纣能在艰险之中释放囚徒，发放武器，让他们去前线抗敌，现在30多万老百姓啊向赵桓要武器，这是多么难得的民心士气啊！这要是利用好了，谁说没有转机啊？至少可以多抵抗几天，等待李纲、宗泽等人率领的秦王部队的到来吧。可是情况变得有多诡异啊，是赵桓下令召集百姓来想办法的吧，可他本人呢迟迟不到。百姓等烦了，在不安之中，有些人再次失控了。30多万百姓拿斧头劈砍左掖门，让皇帝出来。皇帝终于出来，可气氛却变了。本来是皇帝与民同忧一起渡过难关，现在搞得像是兵变升级一样，百姓们杀到了宫门前，皇帝出来和人民谈判来了。赵桓站在城头之上啊，啊，陆万平兰大呼：事已至此，军民打算如何？有谋极限，朕当听之。之后百姓回答了，30多万人一起回答，你让人怎么听啊？30多万张嘴各说各的，这边答赵桓，这边去谈，那边答赵桓，再跑那边去谈。纷乱之中，赵桓神色慌张，帽子都掉了。如此这般直到散会，百姓们灰心丧气离开了。赵桓浑浑噩噩回到宫里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这次集会的唯一结果就是让30万开封市民见证了赵宋子孙的狼狈，高高在上的帝王居然有这样的一天。赵桓这个样子把侍卫给气坏了。平心而论，宋朝的皇帝哪怕是徽宗赵佶都对身边的人很好，仁德宽厚容忍，那些美德是任何朝代都很少有的。自汉唐以来，汉朝十常侍做了什么地球人都知道，唐朝宫廷里边血肉横飞，太监侍卫是皇帝的干爹，元朝从来没有融入过中原世界，明朝酷吏严厉，宫廷内部什么部门都有，什么锦衣卫东厂西厂，什么样的事都能发生。到清朝他们自己定的称号就说明了一切，除了一个主子之外全是奴才呀，全然看不到半点人性啊！万事都有报应，宋朝皇帝的窘迫让侍卫们愤怒了。当时赵桓身边有仨人，分别是孙富、梅之礼、吕浩温。一群侍卫突然冲了来，领头的是都虞侯蒋宣，他大声指责说，国家都到这种地步了，全是宰执信任奸邪，不用好人搞的呀。孙富怎么着火了，那明摆着骂他们，他是宰执奸邪还能有谁，就他们，当然是郭靖了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开封外城之所以连一个月都没停住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招惹了7778个神仙嘛。可是难道这样的可以骂他吗？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孙富选择回击说，我在外面搞出兵变的情况下厉声呵斥蒋宣，很遗憾有人拦着，蒋宣没能砍了他。孙富这个人做事总是失误，有失偏颇，让人恨不得一把捏死他。可是他还有另一面，
他的故事还没完。当他的那一面显露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回到当天晚上，赵桓赏给侍卫们很多金银酒食，和他们说了很多话，谈到了逃跑，谈到了护卫，可是没有可行之道。想让几百名侍卫或者几千名侍卫扭转乾坤，这是个多么不现实的梦啊。当他冷静之后，想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。不对呀，金军外城已经攻下来，怎么内城还不打呢？最坚固的外城陷落了，守军也精疲力尽并且滑了面了，金军怎么就不一鼓作气攻进内城，甚至攻进皇城呢？那么金军这个时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